们是属于街边露营啊，冇地方嘛。系啊，我师父难得从 KL 找我啦，啊，拍了这么多别人的功夫呢，是时候拍拍自己本家的功夫啦。地方简陋，多多包涵呐，啊。那今天只是一个短短的视频，很多人看功夫啊，师父哈，他们就是看这样擦、这样抓、这样打，都很平凡的嘛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内容啊。如果你知道这个内容呢，他这套白鹤三段拳呢，是内外双修。内外双修。内外双修，怎么讲内外双修呢？好像我们请啊，这个呼吸之间自己擦拉回来，这个是调你的十二经脉，十二经脉，十二经脉，然后咬牙切齿，调度就是把丹田的气调上来，咬牙提精神，就是然后收尾里，收尾里，收尾里就是强肾，这个强肾啊。五指朝天，脚趾朝天，脚趾就是要给你开涌泉穴，而给你马步站稳，锻炼你的脚力。这个就是内外双修啊。所以这个功夫，你看是简简单单这样子擦，这样子抓，这样子推，其实内涵很丰富。比如说了哈，我们说，师傅可以简单的给几个例子嘛，比如说我是一个王八蛋，一个坏人啊，不是王八蛋，啊，我要打你嘛，我要捶你嘛，啊，但从这个套路这些东西，它是怎么样用出来的，啊 ？OK， 比如说你要攻击我，对，我就这样子打，啊，这个是第一招，就是这样子打下来的，说我打，啊，就我说，啊，啊，啊，如果真正的用的话，我就不会等你再出第二种，就直接就打你了了。打啊，就是，啊，也是或者这个来的，就是这个来的，可以直接打你手，也可以直接攻击你的脸，啊，比如说一来，啊，没有第二下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看戏啊，功夫是好难多不登的哦，真的是，啊，没有了哦，是啊，我们所注重的就是发弹，发弹，什么是发弹？弹劲。弹劲，这个弹劲看似容易啊，我练半死啊。弹劲，啊，要练到那个手尾劲出来。手尾劲啊，手尾劲就是把功夫练在这里，练到这里啊。这样说除了这个之外，师傅能够再给多几个例子啊？啊，比如说我是又是一个坏人啊。你是个坏人，我可能我不要等你出手啊，我直接出手啊啊啊啊。这样子咯，或者是啊，我们起步用脚啊，很多人认为这个白鹤三掌有手没有脚，没有看到这个啊，没有看到这个，它是内涵在里面。比如说你要打我，啊，就去了，对，就踢你下三寸。我要打他，我要靠近他嘛，啊，我靠近他我就中踢了啊。你中踢了，啪，这里上面就来，对。所以它是一个很直接的，很直接的。比如说，师傅再给多一个例子啦，比如说除了刚才是这个第一下嘛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肘手，叉这些抓，该怎么用呢？肘手啊，肘手是，比如说我出拳给你接到啊，给你接到，啊，走啊，啊，就是这样子走，就是肘手，肘手，就是，我们这个第一下啊，叉了，这个叫肘手。肘手它有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，就是你摸，这个是大肘，大肘，对，啊，然后摸小肘，小肘，啊，你摸不要肘，哦，直去，直去，不要肘。我当年就是被师公这样打，啊，啊，像师傅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补充的是，我们很注重在三观，什么叫三观？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啊，通常远距离头关进攻，近距离比如这样子，近距离你攻我这种走这边就是二关二关啊，因为近距离你没有理由你用这里来挡的，对，而你攻我啊，就去，对啊，原来如此。像很多人就是看不明白了，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就是大家知道功夫不是你们讲的这样
别提了。嗯，你没学过你不知道嘛。嗯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大致是这样子了，大概是这样子啊啊，留着下一集，下一集再来聊。师傅从 KL 找我们，骗他来拍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